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近期，周深在 QQ 音乐的歌手榜排名再次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。作为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明星，周深的音乐成绩依然稳健，表现出色。尽管有网友担心周深的音源表现，但数据显示，他的排名已经上升至第九名，证明了他的市场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。周深的排名变化与华语乐坛的整体环境息息相关，在当前的音乐市场中，歌手榜的五到十五名区间是非常正常的波动范围，数据之间的差距并不像外界想象中那么巨大。实际上，一首新歌的发布或是某个热门综艺节目，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歌手的排名。以周深为例，过去他曾凭借《小美满》等热门歌曲登上过榜单第二的位置，这种情况在音乐行业中并不少见。现如今的周深同样面临住类似的挑战，但他有着稳固的粉丝基础和强大的音乐作品支持，让他的未来依然值得期待。不仅在音源方面表现不俗，周深的演唱会也展现了非凡的市场潜力。近期，他在各大城市的演唱会票务销售情况良好，全面处于溢价状态。比如，苏州站和南宁站的二连开演唱会都表现出色，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支持。这一切都证明了周深在年轻一代歌手中无与伦比的市场号召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周深的成功不仅源于个人魅力和音乐才华，更与他在 OST 领域的优秀表现密切相关。现如今，周深已经成为 OST 领域的巨头，无论是在作品质量、收听保证，还是粉丝基础上，都显示出他的优势。这使得越来越多的音乐制作方愿意与周深合作，确保他们的作品能够获得更高的认可度和市场反馈。周深的团队在选择 OST 作品时显得非常谨慎，成功推掉了一些不必要的项目，集中精力在更具潜力的作品上。这种策略无疑为周深赢得了更多优质资源，让他的音乐事业得以进一步拓展。在音乐综艺节目方面，周深作为一位资源丰富且风险极低的艺人，自然成为了节目组争相邀请的对象。对于周深而言，他的音乐之路已经走得相当清晰，未来的前景更是可期。无论是音源数据的回暖，还是演唱会的优异表现，周深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。在充满变数的华语乐坛，周深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实力，在音乐之路上坚定前行。他的未来充满着无限可能，值得每一个关注他的粉丝与音乐爱好者期待。无论是对新歌的期待，还是对演唱会的关注，周深的音乐旅程正如同一条长河，波澜壮阔，未来无限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会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，继续书写华语乐坛的传奇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